登上美国达人秀，四枚硬币，四朵花瓣，变身时间只有一秒钟。就是这一幕让所有人记住了蔡威泽的名字。蔡威泽台湾出生，15岁跟随父母移居加拿大，19岁便开始他的魔术生涯。我的 inspiration 就是，我觉得生命很脆弱，所以这一次刚好在想说，可以做什么？说我想把一些人生的经历放在我的表演里面，就是人生很多东西消失得很快。脸上险些羞涩，但表演起魔术来可自信满满，因为任何东西在他手上都能消失得不见踪迹。还在加拿大经营过魔术公司，制作影片还有魔术教学，在国际上小有名气，也成为网络发烧话题，但却同时被网友爆料他非原创。台湾魔术师简子就指控蔡威泽曾经多次盗用过他的魔术。他看完以后就觉得这个创作很好，这个创意很好，就隔了几天以后，他们要拍那个教学影片，要发国际教学影片的时候，突然就拍了这个创作。这个不是之前剪纸的那个吗？很像。那我有就说，国际上就先发表签名了，所以不用管那么多啊。剪纸甚至发了声明稿，说蔡威泽擅长玩言语和文字游戏，让人相信一些不存在的事实。除了曾经抄袭我的魔术，他还抄袭外国魔术师。因为这些年，就是有蛮多人在网上，我们在专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都会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出来说一些什么，所以不会去特别去在意这样。现在两边各说各话，有抄袭没抄袭，成为了罗生门，只能说人红是非多。记者黄少明观点台报道。